共圆小康梦，欢乐过大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了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集中介绍了今年春晚节目创作亮点以及多项技术创新应用看点。会上还发布了春晚全媒体传播计划。2020年春晚将以大气恢宏、新颖活泼、惊喜连连的风格特色，让人耳目一新。整台节目在传承中创新，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洋溢着满满的正能量。今年春晚舞台老少名家云集，兼顾到各个年龄层观众的喜爱和需求。春晚仍然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的舞台设置。届时，北京主会场联动河南郑州分会场、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共同呈现一场盛世大联欢。科技创新应用将是今年春晚的一大突出亮点。多层立体舞美、360度环绕式景观、裸眼 3D 极致体验。同时 5G 信号已覆盖北京主会场和分会场，全 4K 超高清制作、 Venus 虚拟活动等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展现出新时代春晚的魅力、活力和创新力。总台还将首次制作 8K 超高清电视版2020春晚，并首次发行2020春晚直播电影。今年春晚将延续全媒体传播，同时也着力于积极开拓传播新思维。总台多个频道频率和新媒体平台将向全球同步直播。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巴西、新加坡、阿联酋、马来西亚、泰国、老挝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媒体、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院线也将对春晚及直播电影进行播放。